哇，就那个石头 baby。Loop Tour. I'm telling you right now, hey, it's going to be a great day as we drive and tour together on the beautiful Hana Highway. 接太阳，我天哪！ Along the way, 我们来排一啊，吃个早餐吧。前两天吃的就这一家，但是是分店，这是总店。很乖的一个咖啡店。嗯，还不错。看看我的 bacon bingo， 这是一只变色龙吗？它长得好漂亮，那啊，好美，而且它在太阳下面，好酷、哦。我们来到了第一个 star 这边的这个冲浪的 beach， 他好激动。哇，对，这里浪好大、啊。这里浪是蛮大的，超爽。好多人，下面好多冲浪的。看一下那旁边的，大家准备下水了。不能飞，哇、哦，起来了！哇，起来了！哇，哇，好厉害啊！好厉害。Lucky you， 我们刚进来就 Lot Four 了，停车场就满了耶。我们最后一辆 Twin Four， 它居然开了。我昨天看好多地方都说它不开， but it's open。Let's go， 走，进去。我付了钱，还有个10块钱的停车费。哇，好美呀、啊！它是要25分钟吗？它说三个，第一个在左边，就是这里吧，应该5分钟就到了。第二个7分钟，第三个25分钟。它是从这里，这棵树我看到了，这里有好多果实。你看，这里有一头多、哦、5个。哇，这个哇，是 avocado 吗？是是是，这绝对是 avocado。这他妈好玩呀 ，avocado。对 ，avocado 有很多不同的品种的，太棒了吧！找到含羞草了。哇，好久没看到过了。哎，真的，每次我们看都是，结果都不是。好了，好像不要太经常碰它们。Loqua tree， 没有，因为它晚上的温度不够低。好美啊，还要下水了，其实水挺冷的。他要上去了。这里面走路太舒服了，太舒服了。希望以后视频可以有那种4D 的呢感受，就是把气味啊，或者我现在感受的东西，让大家能够感受到就好了。那吃播绝了。Top, it does a little loop. It'll serve as your exit out, just on the other side of this building when you're ready to leave. Okay. 车外面有两爪香蕉，可不可以拿一个？孔雀来了哦，我没有吃的，那边可以买鸟食，然后可以喂它。
我们进到这个 Eden Botanic Garden、啊、先找个地方吃饭，蛮棒的，幸好我们买了午餐，我们两个饿到要死了、嗯、而且你又跳了水什么的，应该消耗。没有吃的，没有吃的，你走吧。这个树掉下来的花，蓝色的，是蓝色的，好好看哦。哇，你看，紫蓝色的，优秀。你看树状好看吗？彩虹一样哎，五颜六色，而且它好光滑、啊。嗯，芭蕉花。上面全是蚂蚁，好多蚂蚁。所以芭蕉去哪了？上面还有一点。哇，就那个石头 baby， 就是那个侏罗纪那个吗？嗯哼，哇，远处左上角那棵树好漂亮，这太美了，远处在那个海那个口口上就是侏罗纪的一个什么石头，哇，终于到 halfway Tahana， 必须来吃一下它的 banana bread。大家都说这个 pineapple smoothie 好喝，先尝一口。那我们就来尝尝是不是真的好喝呢？好喝。嗯，没有做好。我觉得连星巴克的都不如。你再试试。有点干，偏面包一点。四个字，普普通通。来都来了。I have to get this。你在他对面开一家，他就不没生意做了。开到这边来，然后天气明显就变阴了。昨天我们哎是什么时候？我们坐那个船的时候哈，船长就说西边就是太阳，然后东边哈纳这边就非常的容易阴天，因为岛的地形还有云啊什么的各种。你呀、啊。How long is it? 10 minutes. 哦，走吧。它这个是以前那个岩浆，它外面冷却了，里面还是熔岩，结果他们流走了，然后就留下了外壳。哇塞 ！Lava cave， that's it。但是酷，超级酷。两分钟不能再多。嗯，蛮有特色的。嗯，是不是？椰树 ice cream。我觉得值得，可以尝尝一尝。今天好累，开 road to Hana， 我先到 Hana， 就是今天晚上就会住在这里，给大家稍微看一下，这就是进门，然后这边是浴室吧，一个浴室，一个厕所，那边应该是 shower， 这边有个浴缸，它这里没有空调哎，对，没有，好像整个酒店没有空调，嗯、哦，这有一个小的 courtyard 可以看出去的吧，这边呢就是一张床，然后最棒的地方呢应该就是可以有个阳台。然后可以看出去吧，哇，外面就是 Hana Ocean， 哇 ，Look at that tree。它这个是啥呀？就是一串珠珠，可以走到那个 Hana 的海边去吧。好像它在里面一点点的，是不是？看到，反正一个棚子烤鸡的。这里可以冲浪吗？哇，这小孩去冲浪了。Fully Fully Chicken 关门了，真棒！嗨，狗狗，是一只野狗吗？不对，还有项圈的。有人在冲浪哎！我们来到了哈纳附近不多的一家餐厅，看看怎么样。嗯，好喝。我这两天不知道是被晒的怎么样，然后我这过敏又痒然后又红，这里点了一个他们的果汁的 soda， 还蛮好喝的，一个是 passion fruit， 然后一个是 star fruit， nice。
这样一个小店居然还能做成这样。然后这下面就是他们 Hana Farm 自己做的 banana bread， 感觉比今天白天吃那个好吃哎。就是 macadamia nuts， 想说明天早上如果没有早饭的话，这个可以顶一顶，蛮好吃的。OK， 这里的氛围还不错哦。披萨来了，我们点了个肉最多的，对，这有蚊子了，幸好我们在了那个可以喷起来，明天对，一会儿晚上回去的时候要把蚊窗都关好。对，看一看到底怎么样。刚出锅的。吃完大餐去运动一下，准备去这边的游泳池参观一下。我觉得现在人不是很多的感觉，我们去吃饭人都没两个，对，很爽，真的是蛮吃饭的。这是在夏威夷见过最村的地方。我刚才的披萨消耗完了。你乱说，我回去吃 BBQ 了。对吧？我们过来可以烤烤火，好舒服啊，天哪，看不见，但是这后面就是海了。 Good night。Good morning。 现在早上起床，太阳应该刚出来，就整个酒店都笼罩着一股金光，太阳应该在那边快出来了。我们准备 check out 之前过去散个步。真的，这个好吃多了。这个比那个好吃多了。对， Hana Farm， 大家去买这个就好了。不用去行人买half way。雨后的朝阳，夏威夷的树真是超级喜欢。用紧身的裙子，所以还蛮显肚子。黑沙滩其实不大，它这个黑色的沙子其实就是那些岩石，黑岩石形成岩浆的时候撞击，它们互相撞击磨成沙的。这个土绝对好，我跟你说，这种什么都能活。哇，看看呢，哇哇，还蛮大的里面。What if the world had more of your smile? What if the wind could spread your love?确实挺漂亮的，但是也就这样一个黑黑的沙滩。这旁边有一个小小的 trail， 上去看一下。 Maybe the birds will sing about your heart。 远处就是那个 arch， 在这儿。天啊，现在太阳出来了。 Maybe the sun will spread your joy to the world。 哇，好大的浪。刚才的那个 arch 现在看得更清楚了，相机根本拍不出来这个美。看后面的山还有树。现在 Black Sand Beach 就在那后面，然后哇，这里超级漂亮。路边随处都有这种 food stand， 然后你可以买他们的水果，这边写的有价格，你买了之后呢，把钱放在这儿，然后拿走就行了。看一下有什么呢，应该是椰子吧，然后这是 lily coy， 就是他们这的百香果。哦， papaya， 这是木瓜，然后香蕉、橘子，还有椰子。我们把车停下来了，准备去那个 Venice Pool， 它在这里。哎，我们还走到那边去看，结果就在这里。
从这里亮进去。哇哇哇哇哇哇哇！啊，好的。妹妹，这里有个烤那个披萨的地方。啊，你又踩到牛粪了。是吗？那我今天肯定旺旺旺。我们现在在这个维纳斯泳池，他要去跳了。刚才旁边有个人说他才跳了，所以那个地方应该比较安全。然后这超级高， We'll see how it goes。又要跳了，这个人，小心一点哦！你把鞋脱在这儿吧，我给你拿。才最喜欢的地方，对，到目前为止最好玩，主要是他可以跳了，然后跳了他人生的记录 Venus Pool， 好高。 WellGet ready to be amazed by Wailua Falls. Wailua Falls. A breathtaking 80-foot waterfall that you can see right from the road. My friends, this is what the road to Hana is all about. Parking on the left. Whoa. Then, get out. Take a picture with the waterfall. Hey, you don't mind. 我们到这里，小瀑布，但是呢，现在没有水了。没有水。可能季节也没太对，应该是哪儿？不是，哦，我行。现在是干的，有一点点水，但是还是很漂亮哎。哇，你看看。本来很期待来 PPY， 可以走到里面的竹林，但是我们现在才走0.5迈，然后那个竹林大概在1.6。啊，我们准备放弃了，回去了。然后我也不想说走的太累，现在下次再来吧，有点遗憾。OK， 我们过来，然后又来到这边海。应该是 Seven Secret Pools， 一个、两个、三个这样上去，还有个桥呢。现在有点下雨了，下雨，真的，一点点，可能都拍不出来，蛮酷的。这太阳这么大，然后头上有顶云，所以就有点下雨。啊，这叶子好可爱，还是这样。被风吹的抖，然后看到下雨吗？哇，后面那是一棵超级巨大的 banyan tree， 哇，好喜欢这种树。Let's go home。说变天就变了。真的，天哪！他给的吸管是一个竹子，嗯哼，的椰子。It's raining。那边超多狗。采草。Yes, I'll just leave this here。我们买了一个果盘。都是他这个 farm 自己的，你看他这里有卖好多水果，他们自己长的，好棒啊，好棒！他们的牛油果真棒，草莓木瓜，然后那个是 ice cream banana， apple banana， 然后这是 mountain apple，这不是就是有点像那个叫什么来着？忘记了， lily koi 椰子，他说这个花也可以吃，你可以吃，尝一下。这么拿好了是吧？他那个吸管很酷。哦，好吃吗？超级甜，那名夏威夷的木瓜就是很甜。嗯。喂。哦，好好吃。嗯哼。嗯，我喜欢吃的。嗯，我喜欢。这好好吃啊。很优秀的一个地方。Platter was amazing。他们有自己的水果，自己种的，全是，好棒。Where do they come from?
没看那个牛吗？我们到 Kihei 了，我们还没有到的一个贸易的小地方。这是今天住的酒店，明天我们就要走了。是个小小的房间，然后这样 ，nice。这出去就是那个路，然后那边就是海。现在太阳太强了，不行了，我要休息一会儿。躲一会儿。对。Last night in Maui. Yeah. Follow me out. 这两天太累了，今天好累，吃点。是加州的感觉。一样。早上好呀，我们来自 Kihei Cafe Kihei。What's the local mocos, BB? Gong Ji Qi, Gong Jin Zhao Chen. Hey. 来吃饭啦。两只鸡都上树。夏威夷的最后一顿早饭。终于他吃上了 Loco Moco Loco Moco 还点 corn beef 我给他一个我点了他们家的 pancake 我还点了一个炒鸡蛋 Nice 飞机就要走了，走之前来看看他们冲浪。再见啦，毛衣。Good afternoon,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flight deck looks like we are number 2 for departure. Lighthouse for flight attendants, please be seated.